说请字啊？赶紧把我请下来。放下，是上一点还是下一点？
西呢？在研究这个武器呢。听见没有？我已经加速了呀！再加速！
就行了？对呀、啊。军哥，你马上就能出来了，我把车炸了。别炸，我这有命。沈月搁哪儿呢？我这个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开车的，汽车兵是吧？你冲锋的呗，杀手啊！你啊，开超市的，严肃点，你可真是个猪啊！虽然只有几面之缘，但你们就想从我这里打听他的任何消息，哪怕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做出卖队友的事情。
谁让你扔的雷呀、啊？谁让我扔的雷呀、啊？陈月。月姐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帮你照顾好了。来，喝个饮料，消消气吧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我要给你来一个速成训练，过来。这个是你的血量，这个是你的体能。
惊险了，刚才咱们差点就凉了。是啊，我刚刚都想、王佳南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行？难道要打死我吗？打个游戏而已，你何必这么较真呢？佳南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难道非得打死我吗？好，佳南，那我们今天就做个了断。佳南，如果打死我才能让你原谅我的话，那就开枪吧。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今天我就在这里。佳南，开枪吧。以后都不要再缠着我，听懂了吗？